想做是不是？嗨，欢迎回来，电玩抱抱。现在电玩抱抱就是一个大同电锅之路，好吗？这是大同电锅吗？好像不是哎、欸。是吗？第一个也是，第二个也是，全部都是大同电锅。对，三大同堂。今天是我们大同电锅之路的节目。前面放那么多电锅，到底要干嘛啦？好啦，好香哦。对啊，要吃要吃啊！我们第一趴的时候就做那个三个，我闻到麦当劳的味道。三个有包括了，我的是麦当劳冻饭，你的是番茄冻饭，那鲁鲁是 Oreo 的 ，OK。那筷子跟碗准备好了吗？请给我们筷子跟碗，我来偷看一下。我想偷看。哎、欸，那我们要站一站。相反，你的是这里，鲁鲁的是那里。对，那我的好香啊！怎么这么香？反正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三个锅，那我们要来试吃一下。威力筷子，威力想说，当电玩抱抱的小编真有个衰的，对，又累又衰，难怪六哥要离职。最衰，下一个就是我了。汤匙，来一个，拿一个？也拿一个。粉装。水蒸气可能还有一点点，要慢慢开。好的。那呢？那个来，我们大家就各自把自己打开。打开的时候小心烫哦，那个蒸汽刚刚微点提示。好，麦当劳冻饭，感觉哎，怎么拍到？有来拍到，哎，好，有很重那个面包味道，这样近一点就拍到。有近一点。好的，这是麦当劳的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。我的是番茄，小心哦。番茄很普通嘛，就番茄啊。可是它里面有加鸡粉，所以可能味道可能会有味道。那看最恶心的，看我真的觉得很可怕。我刚好看到黑黑的，噔噔噔，哇，好像米哥，哎，真的，哎，把它移中间一点，小心烫，小心烫。好，那我们大家一起先来试吃第一个麦当劳。麦当劳，而且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，麦当劳的冻饭是可乐泡底，对，是加可乐。好，那我先试一下。好，你先试饭的部分，我闻一下。感觉很香哦，超怪，对吗？哟天哪，哎呦，好吃吗？我先用一个，我怕烫。好酷哦，其实有点像我们吃的 V 哥，是吗？可是它的饭是可乐的香气，但不是可乐的味道。啊？你吃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形容，就是。很烫哦，好，它甜甜的，然后还蛮好吃，很像我们吃那个行天宫以前那种 V 哥甜甜的，可是不是，你会以为本来用可乐泡，那你会是可乐的味道，可是是可乐的香气，但是甜甜的米饭，哎、欸，真的是甜的饭，然后有可乐的味道，就这样，哎、欸，你们吃一口，吃一口这个，嗯，是不是你先吃饭，好酷啊、哦，你是花痴吗？哎、欸，真的是甜米糕那种感觉，也不是米糕，吃一下薯条。很烫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啊对啦，有可乐甜的饭，然后有可乐味。哎呦哦，哎呦。那挖一下中间的那个配料部分，因为中间有配料，那个配料很恶心。你看汉堡的配料，也像鼻涕。这个有点恐怖哎。哎，像鼻涕耶。哎呦。就是汉堡味的鼻涕，可是汉堡味的饭呢、欸，好屌啊！好吃哎、欸！你用中间的鼻涕，你用了吗？我有用啊。哎、欸，很酷的味道哎、欸，可是你会有点害怕，因为那个面包软软，你会就这样，会这样子哦，是不是还不错？不是，是把味道掺杂在一起啊。有点怪，可是我觉得米饭是 OK 的，那个饭是 OK， 不。小心！那个饭的那个香气是，那个是不错，但我发现它把薯条的香味都蒸发掉，薯条就变马铃薯了，薯条就变得没有什么味道。薯条还好，但是我觉得饭是 OK 的。好，换那个。那是不是要把你的番茄搅一搅啊？对不对？把番茄打散嘛，对不对 ？OK 的。我是不是？哦，变成烩饭的感觉是。谁发出鹅的声音啊？哈！你给我过来吃。欸，可是这个番茄味很重、欸，这一定很好吃的啊。对啊，因为它是番茄，你没有吃过番茄炒蛋、啊、还是番茄什么的吗？啊、这应该最简单、最正常的吧？对啊，我也觉得是最健康的。这应该拿一咬就可以了，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捞一口。嗯。好，我要自己，我要吃。我捞了，我捞了。嗯，我吃一口。真的，我也这么觉得。Oreo 最难吃，真的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你可以吃一看。
很可怕哦，完了，就番茄炒蛋那种感觉，看就这样恶心，只是没蛋，番茄炒蛋感觉是没蛋、嗯，这一次就知道很健康啊，对，这个就是。这个完全没有恶心的感觉，因为你就是知道它就是番茄炒蛋，嗯、然后你配白饭的味道，对，就是这个味道啊。就这样。嗯。好贵。我觉得可以加盐呐、啊，因为我们加那鸡粉可能不够，因为他都加三分之一。加盐跟胡椒粉，再放青菜跟几个鸡肉片，应该还有火腿丁。这就是食物了、啊。嗯，这就是一个便当啊。对啊。干嘛？我只是想要让它变好吃，讲了一些废话。这两个是把东西丢进去饭里面煮啊，这个就是正常的。好啰嗦。OK， 最恐怖的来了。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是不是普通的恐怖。一坨黑暗物质就长这样。嗯。哎，这个。好，我来第一个。嗯，这要搅吗？哎、欸，这搅过，要吗？这里面的饭是硬的、欸。他说要搅，不是威力，这里面的饭是，哎、欸，有什么吗？有吧？不是那个饭是那个锅、那个锅巴，讲不出话来、欸。上面一点，上面一点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吃上面一点。对，这闻起来是很香，很像我们吃那个巧克力那个熔岩蛋糕的味道。配饭。嗯，巧克力蛋糕的感觉那种。嗯，对啊。嗯，其实蛮好吃的。超还好的，妈不难吃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好，不难吃哎、欸。那巧克力蛋糕你吃，你吃还不错。很像我们去外面吃那个，就是巧克力熔岩蛋糕啊，就是布朗尼，然后很热，然后旁边会有冰淇淋沾、嗯，然后就是那个中间的感觉。我喜欢。哎、欸。很有矿物哎，没有，我觉得是真的啦，真的蛮好吃的。不是啊，笨卤蛋就知道，因为它真的是笨狠狠的。对，没有难。我跟你讲，不喜欢甜的东西变成料理的人就会觉得很怪。嗯，对不对？像我就觉得番茄拿来炒是很怪的行为。我啦，我喜欢吃番茄水果，不喜欢吃番茄炒蛋，我会觉得番茄很怪。嗯，对。你觉得怎样？还可以啊。就是口感很怪，可是味道还可以。啊、那我们肯工作人过来吃好了。好，威力，威力还有谁啊？不是大家投票吗？小帅哥，你先来，你那个定了就好了。我要定吗？对。对啊，大家都要投票啊。我挖他汉堡来吃。那你来，立来。三个都要吃哦。嗯。三个都要吃，因为那个啊，因为我们要投票啊。你进来啊。我可以吃肉吗？不行，你就是要吃饭，我来帮你。肉是我的啦。你整个都吃，你整个都吃嘛？给我少啰嗦。没有，我帮你拿了。我只是用这个。哎，这是新的，你不用担心。我的才是。瑞啊、哦。你叫瑞。对。那你自用。因为每个都要吃到我，你先问你。麦药。麦当劳的味道。对不对？就是麦当劳冻饭呢。等一下哦，我先帮瑞，你吃一口这个。那我帮你用第二个番茄的。哎、欸，你们等一下要选出心目中最好吃的哦。心目中最好吃的，来麦当劳。怎么样？麦当劳冻饭感觉如何？对，就是麦当劳味道。就是麦当劳味道，可是可以接受吗？你们会觉得很恶吗？不会。哎、欸，那大家都对于麦当劳冻饭感到非常的 OK。因为它就是麦当劳，只是以不同方式呈现而已。啊，番茄烩饭呢？比较好吃。这个、啊、你说番茄比较好吃哦？你刚才还在那边说很恶。你刚才鹅欸。卡台。那瑞欸，你觉得番茄烩饭如何？就是一般番茄炒饭。嗯，对，大家都觉得，果然番茄是最屁，再来是最恐怖的，注意了。可是我跟身体喜欢啊，男生可能。我不想吃，就吃。我是觉得还可以。对啊，它只是怪，口感怪，只是你会觉得味道而已、啊、你会不敢接受它，但是你吃了之后发现好像其实还好。欸，你有汤匙吗？对不对？你是不是用太大口？没有啊，我让他自己斟酌啊。你也要少在那边给我躲，以为我没对到你的眼是、欸？你是我的眼。臭。隔壁唱歌超大声。很臭，哪有？那明明巧克力味，然后很臭。很臭是我说的。很臭。巧克，你怎么来了？进来。我可以进。哎。你可以，反正你是礼拜四的，礼拜四的来宾。看到这样子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是一下了。嗯，超不客气，你要打包回去，我们都不会介意。
谢谢。第一个是麦当劳冻饭，你三个都要尝过一次哦。麦当劳冻饭，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怎么样？巧克力怎么样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阿瑞呢？瑞呢？不行，不行，男生都不行。怎样？麦当劳怎么样？就麦当劳啊。哎、欸，他的脸色不是很开心。他上面包裹是什么东西？他是用，跟你讲，他是用可乐泡在饭里面，把那个原本水的地方变成可乐。你哥哥的地方应该是下面烂掉的面包，这个是烂掉的哦。哦，你吃到这个暖暖的地方，那面包，那饭呢？饭你觉得如何？饭我觉得 OK， 就是那个暖暖的，我会讲，这是什么？像鼻涕吗？饭 OK 是。饭 OK， 那你再来吃这个番茄烩饭的部分。好，等一下大家都要投票。这个是比意想的还好吃，怎么样？番茄比较好吃，番茄大家都说番茄比较好吃。最后一个是 Oreo， 我们用 Oreo 做的 Oreo 拌饭。Oreo 拌饭，嘿 ，Oreo 拌饭。然后我们一人拿一颗要投票，对，等一下投票用你。对，我可以投票。对，对，你也可以加入。可以可以，来。所以说，哎，大哥，他吃最后一个，他吃最后一个，等一下我妈投就好了、啊。他自己拿手上，他要自己投。嗯，好、啊，你要丢进来 ，OK 啊？怎么样？巧克力怎么样 ？Oreo 赢了。Oreo 赢了，他喜欢 Oreo 哎、欸，他喜欢 Oreo 赢了。Oreo 番茄，你喜欢甜食的意思吗？不是，它很像那种，就是蛋糕，对，是不是？人家巧克力熔岩蛋糕了哎、欸。对， Oreo 赢了。你看吧，你们有些男生，我没有在胡乱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你可以投下你心目中第一名了。放让前面盘子，放在他的前面。放在他前面，前面没有没有，这个不是，这是空盘。这是我的，是不是？巧克力一票，好，再来。换我，好换你，好紧张哦。番茄一票 ，OK。我真的好犹豫哦，我是犹豫这两个。你犹豫这两个、哦？对，快点。嗯，感觉应该还这个，因为这个会腻。为什么卤蛋你一直他狂吃麦当劳？你投番茄，可是你在吃。因为番茄味道最好，但是这有化学添加物。所以你觉得最棒？我觉得它味道很好吃。瑞有投票，但是正常来讲应该选哪一个？你也投番茄，把它票。哎、欸，他也投番茄，因为番茄最 peace 啊。对，最 peace 啊。可以，你整个挖起来，整个拿走。你们应该是以一个你们觉得每个都很噁爛，但是没想到他竟然还可以接受那个程度去投票。那可以啊，那你还是投番茄。那我就要改投，我要改投 Oreo。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你刚讲的我就要改投。我要投这个。因为我真的觉得可乐泡饭应该超爆噁爛，可是它却泡出来怎么会是可乐的香气，然后配上甜甜的饭，你就会觉得不可思议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是它。还有谁没投票？都投了。你投了吗？瑞投了。那威利你自己有吃吗？我在家有吃过。你喜欢哪一个？你最喜欢哪一个？哎呦， oh. 你也喜欢麦当劳。还有谁没吃？都投。还什么？第一名没有干嘛？第一名是明天卤蛋商家的便当。真的假的？那就是恭喜你们，你们明天可以吃番茄烩饭。好，老方觉得我明天一定会感冒，不能来了，抱歉。哎、欸，可是他这个中间这个暖暖是很恶心的，很狂哎，他狂吃，他狂吃巧克力哎。你要不要打包带回家好？不要浪费我们吃完。你直接带走，你直接带走。这个肉那么吃还蛮好吃的。对啊，所以我在吃这个。哎、欸，肉还蛮好吃的，你有吃肉吗？你吃这个，我吃小块就好了。不是啊，就是大麦克、啊。我不小心弄到很大块。他就是放到电锅里面煮过一下子大麦克，加热后大麦克。嗯，真的。但是没差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的电锅料理大比拼的第一名就是我们的番茄烩饭，没错。但是这两个也是各两分，所以是还不错啊。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回去再多尝试一点，比如说，不要。比如说，如果是你会想要尝试什么？现在随便举一个，你会想要尝试什么弄什么？甜类的吧。我会想要用那个，就是我们不是都有那个玉米浓汤的那个是什么？珍宝玉米浓汤，不是有那个玉米粉吗？然后就玉米粉撒进去，然后泡那个白开水的话，不知道会变成玉，因为不是有玉米棒吗？玉米白开水变成玉米饭，不知道会不会很好吃？那一定很好吃的啊，两个东西实验看看啊。如果巧克力你要用什么？加巧克力酱，加巧克力酱。你已经有巧克力了，已经有巧克力了。这个很好吃。快点，你会用什么？巧克力，你会想要用什么？不知道，我还没想到。
还没想到啊。好啦，反正我们下次想到可以再找你来吃，好吧？你既然那么喜欢吃的话，如果这么好，多弄一口，你再过去带回去嘛，可以啊。你要打包嘛，你要打，不要浪费嘛，不要打好。好啦，那呢，感谢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电玩抱抱啦，好不好？那也感谢我们 Hyper X Kiss 的赞助播出。明天同一个时间哈，请继续收看。他不知道会不会生病的卤蛋当中。坏坏坏，生病。大家晚安，拜拜。